看好了，我今天教你一把怎么吃八爪鱼，能领悟多少就看你的悟性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辣吗？还有谁？行，关了吧。你还认为我拍视频呢？那我玩来了啊，学到精髓了，一口先把他脑瓜揪掉。大点口，使劲嚼，这样嚼不动就咽。嗯，够意思吧？够不够意思？够意思。再来一个。我也再来一个。热爱美食，我们才做美食主播。师傅，我不用你教我了，我学会了。哎呀，挺香。你最狗。吃饭香点，吃啥都比你香。给你吧。我也馋醉了，不吃了。啊，加油，你能行，别吃爪。脑袋咬不动是吧？加油加兄弟了，真香！好吃是真好吃，一点毛没有。太可牛了，麻辣鲜香。行了，挂了吧，别给他噎死了。